我是公关猎头党的113年3月15号瑞芳，瑞芳在4:05所拍摄的是8776B， 还有7度，那应该是只到那个了吧，也不是，刚刚是9点半，可能半个小时差不多到头城哦。要不是7度到头城嘛？啊，那个可能以他的速度来讲，那我要改成那个，今天是7度快要头城而已。8776B 是头城发车，引油，连线看7度，两三也是2000度，3028的 P3 豆腐等要绿色带，新能级的自强列车，8776B 是3028。要等他耗制，要给他耗制。我其实真的蛮傻眼的，我想，8761不是通常7度开到南澳吗？对吧？但是，今天没有照原本规划表定那样到南澳，然后10点这样，啊，结果9点就做了，啊，其实还蛮特殊的。好，8761B 次回送7度的新转，那3028。皮蛋豆腾有绿色带新的连机啊！你好，在瑞芳站16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8776再见喽，8776B 啊，回送7度，在德隆站加速10里，再见。我是公关列车长，8776B 再见喽。112年，3月15号。瑞芳二号站4:08所拍摄是8776B 次，头城发车前往宜兰线回送7度的新转 ANU 30123028的 P3 豆腾有绿色带新能级装车，在瑞芳站终于顺利的通过了8776B 次，今天真的超快乐啦！我这样猜就到了头城就折返。那等一下，如果有资讯再跟大家说。啊，如果小明跟他咱们多多对我们了解。那天8776是应该大致上开到头城，然后头城折返回7度，今天也太快速，就是运转就这样的过去了。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至少咱们拍蛮满足了。啊，再见。